曹操军在官渡击败了袁绍军，袁家自此失势，最终走向了灭亡。曹操成为了最接近天下的男人。另一方面，江东的孙权在兄长孙策死后继承了基业，但是 的战斗力远远不及曹操，此时刘备也尚未拥有领地，一直依附于荆州的刘表。虽然一直屯驻于新野，但是几乎没有一兵一卒。天下迎来了曹操一人独大的时代。敌人似乎已经准备了对策，这应该也是那名军师的主意。小心行事！你太大意了，我全都看穿了。 居然，好的。跟随刘备的军师名为徐庶，虽然优秀，却有过分温厚善良的倾向。那就从他的性格下手，找出住在这一带的徐庶母亲吧。 要我说服儿子听从曹操大人的话，那好，我会试试看的。不过，我的儿子也有他自己的想法，该何去何从，只能由他自己决定。徐庶将军，堂被曹操军抓走了。 是我不好，看来顺利的很呐！做得好，你的表现我会记住的。 Come on!
精彩夺目啊！此地归我所有了。进军路线已被阻拦，这是出自仰慕刘备的百姓之手吧？我不能攻击手无寸铁之人，能否说服他们解除包围呢？所有了。愿不愿意答应我们的要求？如果愿意，或许可以解除包围。怎么办？说起来，曹操大人竟能向我们伸出援手，我们之前似乎是误会了什么。只有刘备大人愿意答应我们的要求，还是说你也能帮忙实现要求呢？就请交给我吧。包围已全部解除，这下全军都可以前进了。
来是我的创意获胜了。长板桥的是关羽将军啊，能在这里相遇真是幸运。刘备，随我来。休想伤害兄长分毫，就用关云长的仁义之刃来击退阁下吧。别太大意了，但愿兄长平安无事。将军已经撤退，必须尽快赶往江陵。看来是我的创意获胜了。新野城外散布着马匹的足迹，看来敌方的军师已经逃走了呀。分头追击吧。那么该搜寻哪个足迹呢？我没有见过看似军师的人，此人应该没有来过这一带。你是问敌人的军师啊？说来似乎曾有人风风火火地赶向那边。军师？没有，我从没见过。已经听取了大致的意见，那么哪个方向才正确呢？以防万一，其他方向也派遣人手吧。好，开始追踪吧。居然钓上这么大一条鱼，希望能在此削弱敌军的力量。这个好如何？也就这样了吧。应该多少帮助到朋友许树了吧？哈哈，拖延之计嘛。既然不在这里，那就南下寻找吧。前往江陵需要通过长板桥，必须想出对付关羽的计策呀。报告，石涛将军被曹操军击败了。石涛
这样，竟然害了自己的朋友。不愧是曹操军，竟然能逼近这里。中计了吧，刘备来，现在还是暂且撤退吧。我知道了，不过不要硬撑啊，我还需要你的力量。刘备大人，真是感激不尽，我一定会守住撤退路线。看来顺利得很呢。你叫徐庶啊，你的小手段让我费了好一番功夫。别搞花眼，你只惊动我而已，毫无帮助。傻子，你就快点动手吧。我可不会出谋划策，我没有那样的才华。你还是坚持要效忠于刘备啊。那好吧，送至许昌，派人监视他。那人的态度看起来镇定自若，如果眼前的情况其实在他意料之内，那么江陵其实是故意让我们攻占的吗？当前战线拖得太长，令人有些不安。哦，跃进将军真是一语中的，这样下去难免会遭到孙权与刘表的夹击吧。主公，暂且撤出江陵吧。好，那便将队伍撤至宛城。父亲啊，这真是一场苦战呐。是啊，这个刘备竟给我找了这么多麻烦。他果然有英雄的资质啊。来自袁绍军的张合大人真是个怪人。现已确认敌军由樊城进发，同时发现了由博望坡前往官渡的别动队。竟敢将本就不多的兵力一分为二，这种大胆行为可不像刘备所为。也就是说，有一方是诱饵吗？只要将两方全部击溃不就好了？可恶的刘备，这次一定要将他赶出荆州。据说，前往博望坡的先遣队中有一位枪术高手，刘备麾下应该没有这号人物。枪术高手，莫非是赵云？此人以前曾是公孙瓒的部下。我记得，据说刘备和公孙瓒是旧友。假设他们有所联系，也不足为奇啊。
刘备麾下也在聚集各路人才啊。于禁与夏侯惇共同对付博望坡的刘备军，有你二人在，无论敌方有何猛将，也不至于有闪失。是，遵命。怎么回事？我的后背突然一阵阴冷，这是不是很不妙啊？如果我也一起跟去，或许能帮上点忙。夏侯惇将军，请让我随您同去吧。好吧，我做事不靠直觉，不过还是麻烦你了。传闻说荆州的刘表胆小怕事，只要我们华丽地将刘备击溃，刘表大概就会不战而降了。当前需要戒备的是刘备，必须在他得势之前将其击溃，而后夺取荆州，期待各位奋勇作战。诛杀刘备，夺取荆州，休想继续在我军面前搬弄手段。果然来了人，那么就由我诸葛孔明来做阁下的对手吧。这里是战略要地，停止进军，设置防线。撤退也在预料之中，接下来就交给伏兵吧。我们走吧，一定要完成诸葛亮先生托付的重任。一将被我击败，休想得逞！你对吴勇一如既往的出色，我的计算也没有机会发挥了。一将被我击败，创意获胜了。作为樊城守将，我绝不能让你穿过此地。曹操军的兵将啊，我这就将你们击退。启动兵器，将冲向城池的敌军一扫而光。
人穿过樊城，真让人不甘心啊！敌将被我击败，看来是我的创意获胜了。此地已归我所有了。大家前进，我们要亲手攻陷宛城。想从我这里通过，少跟我说梦话了。步兵齐射，放箭。可恶，开什么玩笑，谁能抵得过这样的箭雨啊。中计了吧，接着就是这招吧。停下，这个地方看来会有战斗，在这里加强守备。这是欺负敌人，这下还有何脸面去见刘备大人。敌将被我击败。看来是我的创意获胜了。程大人，那个村子看起来不太自然，刘备军很有可能潜伏其中。既然如此，就应该抓住他们，审问出情报。我这就进入村子，开始寻找刘备军。要那位张飞大人执行火计，希望他不会急躁地冲出去。啊！你是曹操军？可恶，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一上来就让我们弃村逃跑，拜托不要把我们卷入战火好不好？乱世就是这么危险，每日忙于生计已经足够折磨人的了。啊，只有我们实在让人不踏实。诸葛亮先生有没有设置其他伏兵？被发现了，曹操军来了。宛城和樊城的人都没事吧？希望他们能顺利击败曹操军。曹操军为什么要来向我搭话呀？好了，必须快让村民们去避难。居然是曹操军，为什么我们会被发现？这招如何？怎么这么吵？难道附近有人开战？哎，真是麻烦。
不知道火机能不能顺利进行。难道是曹操军？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我们被曹操军盯上了，看来只能放弃这里了。成果喜人，我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。看来顺利得很呢。在下已经见识了蛮族，休想通过沂水关。刘玄德的义弟关云长前来一战。能与关羽将军一战，真是求之不得。在下会倾尽全身武艺攻破此地。兄长，实在抱歉。我拿下大林，冲啊！看来是我的创意获胜了。报告，敌军似乎企图执行火计，执行部队由张飞负责率领。他们企图实施火计，必须迅速找出张飞，阻止他们的计谋。现在我们必须充当诱饵。各位，一边引诱敌人，一边撤退。敏感来了，那里就是目的地。来了，那是陷阱，装中计追上去了。看来是我的创意获胜了。啊！曹操军怎么来了？难道说我记得是败露了？真没办法，既然如此，就硬碰硬的打垮他们。记了吧。简直就是这招吧！可恶，先撤退再说，现在根本不是说什么火计的时候了。看来是我的创意获胜了。在下，都休想阻挡主公的前进之路。赵子龙在此。报告，张飞大人的火箭部队被击败了。怎么可能？张飞大人竟然失败了。现在必须依靠火计应对此战。宛城攻略失败，接受任务的简雍大人也已败走。简雍大人竟然……既然如此，我们必须更加努力。是我不够努力吗？主公，对不起。各位，做得好！如此战果，
一定会让刘备损失沉重。可恶，这些家伙跑得还真是快。刘备的新军师名为诸葛亮啊，看其用兵，此人非同小可。荆州的名士们都称之为卧龙，据说他有出类拔萃的才智与见识，却未曾担任一官半职。如此有能的军师居然会追随刘备。这便是人称卧龙凤雏的英才之一啊，怪不得盛名之下果然无虚。刘表派来了使者，表示要向我方投降。好，这样刘备便孤立了。全军南进，赶赴襄阳，这次定要生擒刘备。刘备已经开始向东逃走，但是为了与后方的百姓会合，似乎放慢了行军的速度。百姓？不是士兵而是百姓吗？刘备那个家伙为什么又做这种事？应该是无法抛下仰慕自己的百姓吧。不过一般人绝做不出这种事，他应该清楚自己所在的地方会成为战场，即便如此也要与无法战斗的百姓一起逃走。可恶的刘备就会装好人，一方是仰慕他的百姓，一方是在穷追不舍的我们。如果我们攻击无辜百姓，就会被说成恶人。可是他到底想这样跑到哪里去？难道东边有他的生路吗？恐怕是夏口。刘备大概是想逃往孙权控制的地区。他已经和孙权有所联络了吧？这大概也是诸葛亮的提议。父亲，您打算怎么办？明知故问，不能放走。在刘备到达夏口前将其歼灭，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。请等一下，那样我们就会伤害到百姓了。那也好啊，百姓受难，刘备不会袖手旁观，如此一来他或许会为救助百姓而折返。可是追求霸业必会受人非难，我早已知道，正因为如此必须趁现在诛杀刘备。此人任情而动，人心越是向他靠拢，天下便越是混沌不清，也会使越多的人丧命。正因为如此，暂时的牺牲是必要的。主公，我明白了。在此地了结刘备的性命，一定要让他葬身于此。刘备的目的是
与孙权会合，我们要在他横渡长江之前将其击败。我并不愿意用大家的性命做屏障，抱歉，以必死的决心坚守到最后吧。刘备大人非常关心百姓，这一次轮到我们帮助他了。这等寡兵攻入，究竟是何目的？是出于策略，还是……不管了，还是先去迎击吧。休想得逞！是我不该小瞧寡兵。这么少的兵马攻破了我的阵地，看来我的阵势还远远不够。名将被我击败，看来是我的创意获胜了。走，北方的战线已被敌军冲破，情况似乎不妙啊！如果他们从北边绕过来，那我们就无路可逃了。我现在没有时间领会你们，就用虎战车来强行突破吧。我也正在赶路，亏了我的夫君。还是请你们赶快败退吧。既然用虎战车也阻挡不住，孔明大人，抱歉没能为您分忧。小辈能阻挡敌人的进攻，实在愧对父亲和刘备大人。看来是我的创意获胜了。诸葛亮大人，我又有敌军出现了。
我们也该离开这里。就是这招吧。百姓已经完成避难，下一步也准备妥当。我们乘船与主公会合吧。就是现在，开始执行诸葛亮先生的策略。怎么可能？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必须把敌人在这里解决掉，他需要我们舍身。成功掌控了船只，没了船只，刘备军就无路可逃了。接下来只要击倒剩余敌将就好。中计了吧？现在就是这招吧。兄长，我似乎无法立即跟上去了，稍后我一定会去找你。此乃撤退战，切勿逞强。只要主公可以逃脱，就是我方的胜利。看来是我的创意获胜了。报告，关羽大人和诸葛亮大人败走，恐将难以会合。人竟然会战败，已经成了无法逾越的障碍了吗？战斗起来真是英勇无比啊。归我所有了。被追杀了，既然如此，我赵子龙来做你们的对手。来吧，刘备的将领一个也不会放过。主公，请一定要平安无事。看来是我的创意获胜了。哦，真是努力，再接再厉啊。在这儿吧，我可受够了，东躲西藏不是老子的个性。来呀！怎么了？你们不是一直紧追着老子不放吗？他就一个人，给我上！
打你们这些家伙了。我居然会失手，对不住大哥，我把曹操军放过去了。报告，赵云大人败走，孔江难以会合。赵云竟然失败了，曹操军也很认真啊。看来是我的创意获胜了。敌将真是勇猛过人，现在还止不住的发抖。报告，张飞大人败走，长板桥已被敌军冲破。竟然失败了，我们已经无路可逃了吗？绝对不准临阵逃脱，一定要死守此地。绝对不准临阵逃脱，一定要死守此地。此地已归我所有了。为了一路追随至此的人们，绝不能失败。现在我要在此解决你，绝不能继续让你阻碍主公的前路。刘备大人一定能改变这个世界，我们一定要帮助他逃走。出就凭力量压倒对方吧。好，向着目标突击。曹操军居然会来到这里，就让我来保护刘备大人吧。必须把敌人在这里解决掉，他需要我们舍身。必须把敌人在这里解决掉，他需要我们舍身。你太大意了，纵使如此，但是我全都看穿了，不能放弃。必须把敌人在这里解决掉。已经将刘备逼至绝境，但是眼前就是长江。荀攸，你怎么想？关键就在于孙权是否愿意为刘备出兵。我们还是先看看孙吴的动向吧。孙权军的周瑜开始行动了，他正率领水军赶赴夏口。一旦到了水面之上，眼下的我军便束手无策，实在遗憾，看来只能作罢了。可恶，居然让刘备那个家伙逃掉了。没办法，兄长，不过接下来该如何是好啊？我们几乎没有船上战斗的经验呢。
襄阳有刘表麾下的水军，如今只能接管这支部队，委以重任了。其他将士的训练也要以这支水军为中心进行。但是孙吴的水军非常厉害，不知临阵磨枪是否有用。虽然如此，也别无他法了。我并非袁绍，但也只好效法他，以数量求力量。暂且返回襄阳，为水战做好准备。就是孙吴的水师啊，阵势如此壮丽，真让人赞叹。陆地上也安排了大量的部队，从哪里进攻似乎都会很困难。我们缺乏水战的经验，父亲啊，我们是不是应该首先占领河岸，在擅长的陆地战上确保优势？我军首先要占领乌林，但是敌人恐怕也料到了这一步，详情就等少探返回后再做决定吧。我明白了，无论是水上战还是陆地战，我都会为了主公而努力战斗。全军前进，渡过长江，杀孙权。好了，应该从哪里渡河呢？与赤候部队会合之后再做决定吧。守卫牢后的据点，看来是打算从这里攻击主公了。你们的阴谋绝不会得逞，用我们的力量阻止他们吧。是。想不到这里会遭到突破，曹操军的潜力实在可怕。虽然防守不大适合，但是既然要做，不能让任何人通过。怎么可能？曹操军竟然如此了得吗？被我击败，都怪我，因为对手是曹操军，就被热血冲昏了头。曹军大人，对不起。看来是我的创意获胜了。报告，吕蒙大人的防线被冲破了。哦，
还请帮忙编制水军队伍。有了您的意见，我就安心多了。敌人会从西南方杀过来，仓促应变，损失大概难免，但为了守住此地，这也是无奈之举。哦，还请帮忙编制水军队伍。有了您的意见，我就安心多了。是要向文烈派出援军吗？那我也来加入指挥组队吧。没有时间了，现在就开始吧。这样就没问题了，快开始组队，没时间耽搁了。感谢您的帮助，我们已经顺利送出了援军。好，那我也一同出击吧。